今天的记者会开始，我们就一起来欢迎 B 来跟大家见面，好吗 ？B 松静，大家好，对，好啊，我觉得啊，这应该算是一个蛮开心的记者会，有一点庆功的感觉，是对啊，恭喜你耶，唱片卖这么好，谢谢，对啊，这段时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而且根据我们了解，不管是啊你到哪个地方，其实大部分的媒体都非常喜欢你，支持你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感谢大家。是。那在这一段时间啊，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宣传。事实上，在今天的一开始，我们要跟 B 一起来看一段影片。这段影片呢，记录了 B 在六年前来到台湾，三年前出道，是对，两年前当兵，对啊，差不多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，他生活的点点滴滴。让我们来看看 B 书记在这六年来台湾的成长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走到哪里，很多人问你啊，是 B， 你真的没有整形吗？对，没有整形。对，很多人有问，是吧？对，因为真的，我觉得你的样子改变很大。对对，没有整形。对，可是我只有一个脸上的改变是眼睛。眼睛那跟陈思安有关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很多人说就是有去整形就是真心话讲，但是我真的没有。是双眼皮是施安，我们那个时候是在一起宣传的时候，他帮我贴上眼皮夹。对对，这个事情大家知道，这太神奇了。对啊，后来陈施安除了就是接工作啊，就是表演以外，他现在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帮人家贴双眼皮。对对对对，很多人去找他。是啊，那在那个你自己本身因为没有这个整形嘛，但是你看到你自己的改变，你觉得是因为当兵真的改变了你吗？我觉得当兵是一个对我来说改变，不只是长相嘛。我觉得对音乐的想法跟支持，就是坚持，对，又让我改变，然后人跟人的相处方面是我觉得有进步，对，当然有中文也有进步。对，这是你的一个学习跟成长吧。对对。可是呢，这时候你就是当完兵之后，其实是为了拿我们台湾的身份证嘛。没错。那刚好最近呢，也很热门的话题。你在当兵的时候，因为你不会写中文。对对。那你在当兵的时候有被抄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因为
我是去海军兼营兵，然后在左营的新训里面，其实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会跑两千公里，之后会做一些浮力体能，然后两千公里不得了哎，2000公尺，2000公尺，对不对？2000公里，台湾都要好几圈，对不对？那是真的超，对，那就是真的被超了，对对对，每天就是跑两公里啦。对，两公里。然后在军中，其实真正磨练你的、真正被操的，其实不是体力啊，或者是你自己在训练上面，而是你在这个加入了海军的这个军乐队。对啊，你被操的是练习，就是我们是操乐器。我是因为在里面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，那我们常常在准备一些我们要出差表演的歌曲曲目，所以。其实是天天都在练习，所以我觉得对唱歌方面来说就是没有退步。是，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在海军的时候因为你是乐团的主唱，是，所以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是带 band 在做表演了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次你的演唱会啊，这个唱片公司真的希望你有那个小巨蛋的水准。没错，来，所以呢唱片公司这一次要让必带七个人的乐队，是乐队的乐队。对，那你的这个团队是要花一些时间好好努力的彩排。我听说你的这个海外邀约不断哎。啊，对，也对。那怎么办？先不去吗？先准备演唱会。我觉得演唱会比较重要，因为想要回馈大家的一个。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个演唱会，一个show，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来。对，当然大家会来给你支持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是一个小巨蛋的规格，对不对？带有七个人的乐队，然后希望是一个完整的演唱会。没错。那刚刚我就问亚明哥啊，有没有需要主持人？啊，亚明哥都不用，是演唱会。没错。不丢海报啊，歌迷不用送花上来，是啊，也不收立牌啊。标准的演唱会，没错，对啊，一个巨大的规格，哇，来跟大家表现这三年来的进步，是，好，所以我们给 B 加油啊，因为呢，他除了要带个七个人在舞台上做完整full band的演出之外，事实上在他退伍之后就加入了我的节目，就是 IJK 的主持工作，我每个礼拜都给 B 出一个难题，就是他学会一首韩国的舞蹈。对，所以呢，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现在会的韩国舞蹈大概也有30几首。对，这一次也要带六个人的 dancer 在舞台上跳舞。是，没错。啊，压力吗？当然有一些压力，但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也有收录一首跳舞的歌曲，所以其实大家也很多人看到我跳舞的样子，那希望。我自己再练得仔细一点，然后给大家表演。对，不要只有一首啦，因为那六个 dancer 都已经请来了，不可能只有一首。好，多一点，把你之前所练习的功力都在媒体跟歌迷的面前，让他们吓一跳。好的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呢，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卖票了，卖票的时间呢是7月20号。那7月20号那一天呢，根据我的了解，五月天。因为之前台风的关系，他们卖票也延期了，延到几号呢？7月20号，跟我同一天。哇，跟你同一天的舞迷跟你的 BF 那一天要抢票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公司有已经分配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听说歌迷也都自动自发的，那一天呢要做好一个配票的方式。五月天，好，你看我们很大方啊，好，我们在这个你的记者会上公布五月天7月20号卖票，是，而且是在 iPhone， 看我们都讲完了，对，那 B 呢 ？iPhone 也有卖票，但是它又增加了全家跟华语售票系统，所以呢，如果是歌迷的话，大家想要买五月天，可以到那边去抢票，是，啊，如果 B 的歌迷呢，可以到全家或者是华语售票，哎，这样呢，配票配得不错，是，对，对，不会当机。就不要当机就好了。对，好，一个演唱会呢即将要举行，那也请各位呢把这个 B 演唱会要卖票的时间还有售票方式能够多多的告诉大家。那当然你最希望谁能够来参加你的这个演唱会呢？当然就是歌迷朋友们以外，可以的话就是我妈跟我弟，
哦，可以从韩国飞来看我演唱会。哇，真的，我记得你每次讲到妈妈跟弟弟，上次在记者会上就很久一见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会半年，就很期待能够见到他们。是，对。那这一次妈妈跟弟弟会不会来呢？毕的弟弟到底长得跟毕书尽像不像呢？好，听说有那种韩国偶像的味道，本是你弟弟啊。哦对，我弟也很帅。是，上次那个 VCR 你忘了吗？从头到尾都在注意他的头发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就一起来欢迎这个亚明哥。亚明哥呢，在今天啊，其实要送给这个毕书尽一个他很想要得到的礼物，就是要把他的妈妈跟弟弟从韩国请过来。我们一起欢迎亚明哥。好的，来，亚明哥先给我们这个目前开出红盘的毕讲几句话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教父。首先，那个要感谢所有媒体朋友们今天的来参加这个记者会。那么这段时间也非常感谢媒体朋友们对毕书尽的支持。那么所有的成绩都比我预期来得好。那么一切都要感谢大家，对他的支持，还有他自己的努力。嗯。那么当然，刚刚看到那个 VCR 他说他看得很感动，我看得很难过。哦，对，他是越来越帅，我是越来越丑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个投资报酬率真是不划算啊！杨明哥，我是没有那种感觉，除非你下次也剪一段六年来的改变的 VCR。哇，我看我不止六年。好，所以我这一次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说，前面的几年是一个养成期，那么真正的挑战从现在才开始。所以这次的演唱会我们也不惜成本，对，为了对他未来做一些准备，所以我们给他的编制也比较庞大，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训练，希望他能够更加的努力。那么我想意志力战胜一切，从他过去身体不好到最近，我看到他那么辛苦，身体还是可以撑得下来，果然是潜力无穷，因此增加我的信心，可以继续压缩它。只要不要那个，不要像当兵一样把它操得太凶就好了。但亚明哥其实自己操自己的呢，有时候难免会比较手下留情。其实送去当兵这样操一下，你看逼真的改变很多。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我们训练不了，就交给别人训练，反而是较有效。是哈、哦，哎，对，那你就负责送机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对对对。OK， 好，来，亚明哥，今天要送给 B 的这一份礼物是，来，我知道，毕书尽这几年一个人置身在国外啊，再回到离开父母亲，弟弟一直都很怀念他们。这次虽然讲不上这个衣锦荣归啊，但是最起码我觉得这个成绩单值得请妈妈跟弟弟到台湾来，观赏一下，分享一下。当然也希望这个能够鼓励他，能够更加的努力，有一天能够真正的衣锦还乡，能够光宗耀祖。真的，我们靠毕书尽打回韩国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来，好，亚明哥送上这个今天啊，好，来，亚明哥再买。好，来，我们拍个照哈，对，好，我们视线一起看右边。右边哦 ，B， 右边是这一边，对，右边，好，来，中间，好，来，左边这个地方看一下，好 ，B 当然会非常的开心啦，因为妈妈跟这个弟弟可以来，但是亚明哥话听说没有讲完，来。其实我这一次对毕书尽的表现，其实我也非常的感动。那我自己本身作为一个歌手艺人出身呢，我想所有的挑战还是来自于他自己。能够战胜自己、征服自己、改变自己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我想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，那么未来的日子可能比较需要是他自己的能力了，那么我们只能尽量辅助，当然更需要在场未来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多多的支持跟爱护啊，还有见证你啊，你是一路走来的人。没有没有，这个真的是看到他今天的成绩，很感谢各位的支持。那亚明哥，
万一他在这一场演唱会没有表现好，你机票真的只有来回是给他爸爸。我就另外再买一张把他送回去，请他妈妈我来丢回去。啊、真的吗、欸？因为他很适合，不是劳改就是当兵，是不是？对。如果表现不好，我就买一张机票是最便宜的啦。对对对对对，请他妈妈带回家。所以你要有点压力才行哦。我一定会。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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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到时候呢，8月23号大家一起来见证，表现好就留下来啊、或者是表现好还是给你一张机票，但是是来回。是。对啊，对啊。哦。他果然帮你维持了。对。但是如果表现不好呢，他、就是回韩国了。好不好？但是回韩国你可以自己花钱买票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演唱会需要大家多多给 B 支持跟报道。那这个我们今天记者会先进行到这里，那我们让 B 来拍几张照片，好吗 ？OK， 好。来看一下前面，笑一下，笑一下，不要紧张。啊，到现在他还是有点不习惯这种场合，这样。好，来来，右边。好，换个姿势跟大家挥一下手，好吧？好，来中间。好。你是其实还没有改掉当兵的习惯哎，哈、哦。对，好，就脚不用站得那么对。好，来左边这边，啊、哦，很多的记者朋友们。好啦 ，OK， 谢谢各位，请大家多多报道啦，拜托。